这首歌是你们唱完之后尾部会跳舞的一首歌，这首歌特别的好听，特别的炸。给了通过将装卸了炉火，生活不公平，把它变成通货，危险我会搂着它的腰。好厉害，也不差不差不卖钱，对手一百一百星星，苦心和刘成兄弟做连战了，下工作到底不那把美那样都不再到处飞、搭配起来是几乎用完美来形容啊。为了将 hiphop music 做到中西合璧，有东方色彩中国文化的东西，我觉得是非常对味。可能听一百首歌你才听到 一首这样的。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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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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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从我法老这段很牛啊，融入了 melodic 的那个部分，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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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选这个 beats 会让人家为之一亮。我只有一句话要说，你可以帮我签名吗？就现在其实我们这边是 OK 了嘛，对，就是你们两个人了。你们是一致吗？没有，不一致。你们也不一致。能跟我们一起走下去的选手是，哎，好可惜啊，一开始就要强碰在一起，我有点不太懂为什么都要这样子排在一起选呢。我真的超级讨厌这里，太难了太难了，这次真的。我是觉得谁走了都好可惜啊，要是我的话就留你们两个人。你们再个一个小时啊，等一下，稍微等一下。既然浑水摸鱼想要得到万众人的喝彩，我希望淘汰你们两个人给或者谁一个晋级的机会，说实在话。邓紫棋、潘玮柏。啥？我今天看的是一个12、13岁才华比赛。哎呦！上个上个这回这回这回是这，好 ，I'm sorry， yeah。哎，好可惜啊！要是有这种情况，就别说了吧。要稳一点，因为如果平分秋色的话，我们就会看失误的问题了。好希望有一个人失误，是，很好选择。等我再回说这，啊 ，I'm sorry， yeah。狗哥，怎么每次讲呢？我也已经有点也难过到不知道要怎么表达这样子。这个结束还会有复活吗？还能有？以过来人，我跟你讲，应该是没有。